好的，我们今天要玩跟 Mario EXE 没有关联的第二集 I Hate You EXE。哦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可以移动吗？不行，我现在什么干不了。然后呢，我只能看这个画面，傻傻的看着哈。我要游过去吗？不行啊。哎，哎呦呦，我进去，我进到第一关卡了。OK， 这是 Mario EXE， 不对，这叫 I Hate You EXE。哦，我在水里耶，我在水里耶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没有空气的吗？什么声音？越来越靠近我，上去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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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要怎么拿？为什么会浮起来？有，我进去了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出来了，然后呢？你不要行动一下。哎，我可以上去那个洞哎。Oh God No！ OK， 这一关叫做 Oh God No。哦，我不是在水里哦。我敲不破这边东西，为什么？这边是哪里啊？哦，地下吗？所以没人看到我吗？我在地下，我这样撞应该会傻掉，我觉得。冲啊！音速小子，我来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没事啦，哦，没事，不要叫。I hate you， 是谁啊？哦。为什么你们的解析度这么好，这个马里奥就这么小呢 ？OK， 我好像穿越了某个地方。啊！快跑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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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加油！马里奥，加油！马里奥，加油！马里奥第一名，他们连我的车尾灯都看不到了。喂、欸！进去！哎，你们是没有伤害的哦。哇！你也是没伤害的、哦，上去啊！What the hell？ 我觉得是这边呢，要进去，对嘛？你看啊，终于有钱了，可是钱要怎么拿？我在水里呢。蘑菇，不要走，蘑菇，等我啊！我的蘑菇，我想变大，我全身都想变大。哎，血迹啊！啊！不要这么机车嘛，你们哦，走上面就没事啦，奇怪呢，还我蘑菇啦，这什么东西？尖刺！哎呦，我好像在玩那个什么 Flippy Bird 哦，哦，好可怜哦，这边是谁？你要一张猪猪马里奥？不对啊，我才是真正的马里奥，不是吗？为什么这些马里奥都比我大？你们是什么时代的马里奥啊？我的蘑菇不见了，算了啦，还我蘑菇！那个蘑菇！啊 ！OK， 不要吃蘑菇，进去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城堡内耶。我在看什么？看星星吗？不对啊，没有星星啊。绿色的来了。他干嘛？哇，被踩死了，就这样哦。等下，你确定你不要跑吗？桥不会消失吗？The end 啊！他的脸融掉了呢。所以公主 ，what the fuck？ 所以公主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才刚开始，不是吗？这个旅程，这个游戏我才刚开始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款马里奥 EXE 啊，这个叫做 The Door of Castle 城堡的门，我们进去看吧。哦，这只好可爱哦！我要怎么选啊？请问我不能选啊？我直接按 Enter 了，完全不给我选啊，就只给我看而已啊！啊。OK， 他跳一个框框出来，哇，这真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啊！今天应该没事情，我去找 Mario 吧。Mario， 你在哪里 ？Mario， 为什么我只可以跳这么矮？哦，我可以越跳越高哎 ！Oh my god， 这游戏好赞啊！哦 ，Nice game。Mario， 你在上面吗 ？Mario， 你在上面还是下面？哦，他换地形了，什么？今天应该没有死亡的、啊，我必须赶快去找 Mario， 非常快的去找 Mario。OK， 你浮在空中就好了，没人会攻击你的。真不愧是梦幻的世界啊，玩都可以飞的。红色，不可以往回走吗？他说不要往回走，要勇敢的往前走。我觉得我应该是用飞的，所以还没有触发到任何的剧情。我接下来是用走的比较好。哇 ，Mario， 你捉不到我！我飞上去了，我到后面去。Hello， 摸你键盘 ，Mario， 我找到你了。没事。等一下，你不是 Mario？ 你好啊，路易，想要跟我玩游戏吗？不，我不要跟你玩。再见了，路易。什么？飞起来，快点飞起来，飞起来呀、啊！为什么只能飞？对，飞起来，对，飞起来就没事了。OK。Mario， 快点走！下面是一个空洞，我这样飞过是可以的吗？
欸，我这样算作弊吗？他怎么会有两个他？连 BGM 他也吃走了，现在往回走进那个洞吧。我觉得他的目的应该是要我们进那个洞，跟 Sonic 那个时候一样。这边嘛，这边，对对对，下去下去。OK， 啊！这用飞也来不及吧？你没有跟我说往左往右啊？哦，你太慢了，什么我太慢了，明明是走反方向吧。药吸，我们现在来用药吸啊。 OK， 我是一只药吸哦，药吸也可以飞，嘿嘿，这款游戏真的是好强的，真是精致啊，我喜欢这游戏。我觉得它做的跟那个 Sonic EXE 还蛮像的，因为它的背景你看也是红色的。第二关墙壁，我不记得这里有墙壁啊，哪里墙壁啊，我没看到墙壁。我好像看到 Mario 的灵魂了呢，他在这里干嘛呢？他在尝试杀我吗？是时候去死了。啊！跑跑跑跑跑跑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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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剑呢？剑不要不要！你这，我没路可以跑啊！Oh my god！ 很多的灵魂一洗完啊。然后最后一个是谁啊？马里奥，你的兄弟吗？马里奥，他是敌人吧？对啊，好像是敌人呢，敌人哦，敌人跳不起来 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你跳不起来？你不能飞呢，太重了吧 ，Sonic， 你杀不了我的，我的身材很肥胖。啊！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OK， 回去完全没东西的，看来他应该是没有隐藏结局之类的，因为第二个他也是注定死啊。怎么这个人好像在哭啊？明明看起来像敌人，可是你在哭吗 ？What？ 哦，城墙啊！城堡的门，对啊，这款游戏叫做城堡的门，可是我目前为止看过第一个城堡就在这里呢。 Player， 他没叫我的名字了，太棒了啊，好酷哦。没有可以选了啦，最后一个莫名其妙就死了。Game over， 这款它应该只有一个结局啦，没有隐藏结局啦，因为它全部都注定死的，第二个跟最后一个完全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死掉了，没有得逃过一劫的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我可以控制他，我现在终于当马里奥了，好爽。哦，合为一体。哦，我骑在上面，骑不了。OK， 你给我看他们的灵魂干嘛？这是我的 EXE， 不，好吧，看你的朋友全部都死了，现在轮到女生了，女生，马里奥女生，哦，有公主哎，准备好下一回合了吗？真的有下一回合吗？好，我们要重新跑多一次，看一下有没有女生啊，因为他说下一回合会有女生。喂，对，忘记，我刚刚飞起来就没事了，飞起来，对，飞起来，快点，那个针好靠近，好靠近，那个针，一定可以活下来的，加油。不行，这个呢是绝对不行活下来的。OK， 刚刚针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往右边走，没路啊，我们现在往左边走，快点走，没路，左边也没路，我卡住了，不能动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不要杀我啊，哎呦，注定死亡，还把我卡住了。我们在这个洞口啊，第一个洞口完全按上下左右都不行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继续前进。啊，结束了，我们今天实况呢就先到这边啦。这款游戏呢不管怎样都是死，而且也没有公主，竟然敢欺骗我玩第二次啊。喜欢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